就搬下来这边嘛。然后上面有看到我们太阳、桃符、白布舍吗？哦。它是只要你来到这个部落，看到这三个意象，代表这就是一个排湾族的部落。排湾。对，上面太阳呢，就像我们的父亲，那我们都会送太阳蛇。然后呢，太阳就是我们技术，然后外面有门楣，那就是像我们一大幅。哦，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呢？因为头部要站在这上面，它Thank you.
什么叫做看不到的 CGC， 就是无形的天地之间的那一股气，就是能量。我们的身体都有磁场，它自然的会跟天地的能量做共振。那在这里，它就是一个共振场域非常强的一个空间。那大概一二七，一二四，吸气，深一点，深一点，深一点，吐气，长一点，长一点，长一点。不要急着张开你的眼睛，试着让你自己保持专注的呼吸，去感受一下 ，feel 一下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感觉。你又觉得你两只手好像有气在进进出出的，两个手掌心羞羞软热热麻麻痒痒，有气在跑的，有吗？请举手。哇，好棒，请放下。有感觉你的那个脸颊痒痒的，像小蚂蚁，然后一路爬爬爬爬到耳朵，爬到头顶，爬到额头，或者是觉得我全身都有点痒痒的，有吗？请举手。时间再来慢慢那绕哦。哎呀，不要看着镜头。眼睛都很随意。看美女，我们第一次有30个人一起转二号石头。对。已经可以去申请吉尼斯纪录了。那就不用多人了，不用转转转。一个人转当然是最好的了，但因为我们今天体验嘛，对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自由活动的时间可以继续来寻找答案。或出来的时候可以往那个方向看一下，也许有机会能够看到北大武山的最高峰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你们的正对面那个窗口，夕阳的最佳位置，那个地方呢，那个窗口呢，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如花的震动，就好像从你的身体里面震出来的，不是外面有人在咬你的那一种震动，很好玩，大家可以体验看看。外面总是在震动，还就是。那在那里会震动，其实。我一下大是光。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你刚刚没干的呀？你也是干部的。你说你。
讲清楚哦。谢谢，太感谢我们陈建宇师了。希望大家呢，常常回家。报喜啊！报喜啊！报喜啊！谢谢你！
干爹，干爹，我嘞，那你们的那么隆重啊！干爹，你先欢迎，欢迎。帽子上没关系，欢迎欢迎。男生女生都要拍，换你拍了，换你拍了。来，大家我们的干爹最大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我们还没有叫。干爹下。它是一种内在的一种自信跟情感的连接，所以如果今天傍晚的时间，它最好的时间就是4点到6点。傍晚的时间，我会鼓励大家到那个白色的帐篷下面，最好能够把鞋子脱掉去踩土地。那一块土地我们已经养起来了，大家不要看我们这边的树，看起来像4点到6点的时候可以到那一块土地去试试。我以为你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就慢慢的移驾到我们一号飞机下。这个一号飞碟呢，它落成的是空间之间和谐的艺术象征。去年屏东东港的那个灯会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看？去年东港灯会的主灯海之女神的创作艺术家就是王文志老师。那当时有缘哦，老天爷安排了我们去认识王，就我们去建造了这样子的一个飞碟意象。CGC 全球联合意识总部呢，我们在讲的就是人踩在土地上面，一定要心中有天地。心中有天地代表人都是能够通天接地的一个能量管道。当我们把自己的心态摆放好，我们就有能代表的是一种生命的和谐，不断的在律动跟变化着。那现在大家正前方看到的这座山啊，它是南台湾的母亲山大武山系的这一区的区段，它叫万金山，很像一个斗笠。那这个万金山呢，也跟我们的飞碟亮相哦。刚刚看到我们的那一枚强将也把我们的飞碟撞伤了。我们为了安全性，所以我们把飞碟的帽子剪开来。剪开来之后呢，我们发现，哎，老天对我他很巧妙的安排哦。原本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飞碟，实在想想带大家体验看不到的 CGC。我现在讲的都是看得到的 CGC， 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大家大方的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看不到的 CGC， 就是无形的天地之间的那一股气，就是能量。我们的身体都有磁场。它自然的会跟天地的能量做共振，那在这里它就是一个共振场域非常强的一个空间。那大概不要急着张开你的眼睛，试着让你自己保持专注的呼吸，去感受一下 ，feel 一下你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。急着张开眼睛，又觉得你两只手好像有气在进进出出的，两个手掌心羞羞软热热麻麻痒痒，有气在跑的，有没有请举手？哇，好棒，请放下。
有感觉你的那个脸颊痒痒的，像小蚂蚁，然后一路爬爬爬爬到耳朵，爬到头顶，爬到额头，或者是觉得我全身都有点痒痒的，有吗？请举手。时间再来慢慢按照哦。哎，不要看着书包。眼睛都很随意。美女，我们第一次有30个人一起转二号石头。已经可以去申请近视记录了。一个站当然是最好的了，但因为我们今天体验嘛，对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自由活动的时间可以继续来寻找答案。出来的时候可以往那个方向看一下，也许有机会能够看到北大武山的最高峰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你们的正对面那个窗口，看夕阳的最佳位置。那个地方呢，那个窗口呢，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如花的震动，就好像从你的身体里面震出来的，不是外面有人在咬你的那一种震动，很好玩，大家可以体验看看。我要到我家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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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到我
报喜啊！哇！
人跳跳来，咱要甲敬礼。来。哦，风好大，好，一敬礼，再敬礼，三敬礼。三年哦，两个哦，两个单位啦。没啦，我也要，我就要讲台湾。